Xbox 主机如何彻底的关机？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傻的问题。按正常情况下，默认值按住西瓜皮键，然后选择关机，这就是正常的关机了。但是这时候你听这个位置，XSS 里面的风扇还是在转的，这个非常像我当年用 PS4 Slim 的时候选择了休眠，但是 PS4 的风扇是仍然在转的。XSS 的关机和 PS5 是不一样的。PS5 有休眠和关机，如果你选择的是关机，它是彻底断电，相当于冷启动。如果你选择的休眠，它那灯是亮的，后台可以更新下载。但是在 XSS 里面，它只有一个关机，这个关机我把它定义成是睡眠。那如何才能彻底的关机呢？其实你不改也没关系，微软它敢这么设置，你关机之后，后台仍然在下载更新，你可以把它断电，应该也是没什么问题的。但是我心理上过不去，总想给它来一个彻底关机。关机方法在这里，首先进入设置，在常规里面有一个电源选项，默认是关闭（括号节能），右侧有一个自定义电源选项，关闭时电源使用0.5瓦。这有两个选项，保持我的主机更新至最新，保持我的游戏和应用更新到最新。这两个默认是勾选的，把这两个取消勾选就可以了。这时候再关机，等旁边这小灯彻底关闭之后，你再听这个位置，它的风扇是没有声音的，这是彻底关机。现在是彻底关机，我们开机。彻底关机之后再开机，速度要慢一些。好，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，希望给各位参考，我们下次见。